而仅剩下孤身一人的坂东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单刀赴会。在与春道的交战中，他也被彻底打醒，之后的坂东便没有在铃兰中出现，直到他的左膀右臂千田被九能秀成太人打断了四肢，他便与山崎约在第四仓库见面。在与山崎见面后，坂东说出了自己最近的想法，那便是他打算重新开始，但是这次他不要再依靠着什么大军，而是想要依靠兄弟，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因为坂东无论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不缺少重新来过的勇气。可此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名自认为的兄弟已经背叛了他。就在这时，曾经败于他手的水户带人出现，面对黑压压的一群人，坂东没有后退一步，反而冲了上去。就这样，坂东每次被打倒便会再次站起，直到他彻底失去意识。之后的坂东便如同蒸发般消失，直到第三代武装战线被春道击垮，而龙信建立了全新的第四代，再才偷偷地出现在武装战线总部附近。在看到全新的四代武装后，他彻底释然。而他的下一次出现是时隔几个月后，在奉仙来袭事件中，铃兰一众干部全被袭住院。当时铃兰仅剩下同岛一人孤木难撑时，是他经验出场解决了来袭的奉仙众人。要知道坂东在奉仙的威名可仅在春道与林田会之下，在奉仙有不少人更是怕坂东胜于那两位。在之后，奉仙的背后大哥美藤龙也登场，而坂东在看到龙也的那一刻便认出此人。面前这位龙也可以说曾经给坂东带来过深深的恐惧，因为面前这位龙也曾经当着坂东的面将武装战神九能龙信打得奄奄一息，差点死亡。但是坂东再一次战胜恐惧，于是他向着龙也冲了过去。可惜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坂东面对着龙也完全没有一战之力。但是坂东一次次的倒下，又一次次的再次站起，那不屈的意志也惊讶了观战的众人。此时也只有坂东曾经的敌人同岛知道坂东为何如此坚持，因为铃兰大多数人都把他当成武装战线所抛弃的一条野狗，其实坂东仇恨下真正的面目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而已。而这场战斗他之所以那么拼命，是想打给春岛，打给那些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看。面对这样的坂东，真的值得所有人的喜欢。那一刻的坂东也洗刷了自己从前的那些不堪，从那天开始，坂东也将再次回归成从前的那个少年。就这样，坂东在不知道多少次被打倒在地后，他再也没能再次站起。而当春道从医院赶到战场时，战场也仅剩下伤痕累累的坂东与同岛。而那一刻，春道也罕见的发怒了，等待龙野的将是什么也可想而知。在这件事件结束不久后，铃兰也迎接来了毕业季。就在同岛不知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的时候，坂东主动邀请这位自己曾经的敌人同岛广海一同去创建乐队。此时的他显得又是那么阔达。综合来看，武装战线二代目兼田和志的眼光没有错，坂东秀人的确是个足以担当重任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也真的值得我们去喜欢。